2018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jointly to James P. Allison and Tasco Honjo for their discovery of cancer therapy by inhibition of negative immune regulation. What I was told by the Nobel Committee when I was called this morning, that this was the first prize they'd ever given for cancer therapy. They've given some for cancer, the causing cancer before, bu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cancer therapy. And I'd like to just give a shout out to all the patients out ther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cancer to let them know that, you know, we are making progress now. 当癌症不再是人们口中的不治之症，2018年颁出的这项诺贝尔医学奖，对长期从事免疫疗法研究的医师来说，无疑是莫大鼓舞。且不只是获奖人，他们所长期服务位于美国南部德州休斯顿的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这间被誉为全美六大癌症研究中心，同时也是全球公认最顶尖权威的肿瘤专科医院，也在当下汇集了来自全球的目光。其实 MD Anderson 已经连续十多年排名高居全美肿瘤专科医院之首，无论在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头颈癌、肠癌、胰脏癌、黑色素瘤等治疗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且由于前往求诊的癌症病患存活率平均高达八成，每年吸引来自全球近十万病患前来就诊，其中不乏各国政要及企业富商。台湾率先和 MD Anderson 建立合作平台的是位于中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极富远见的创办人蔡长海最早嗅出了免疫疗法的潜力。大概在十二年前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感觉到医疗是一种高科技，所以它一定要摆脱传统的发展。因为1985年美国 NIH 就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通过免疫细胞疗法，那时候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聘请这方面的人才，还有鼓励教授医师出国进修。蔡长海慧眼独具，2008年率先和 MD Anderson 签下了姐妹院的合作关系。那时候，全球28所医疗院校，台湾中国医药大学是唯一一间。十年下来，医院每年送4到5人跨海进修，更是不惜血本，埋下了40多颗高端医疗的种子。就去休斯顿 MD Anderson， 因为他是我们的姐妹院，我们给你这个医师或教授一年200万，他200万在休斯顿是可以过中等家庭的生活的。那假使我们最近在发展细胞疗法，或是人工智慧、智能这方面的，或是干细胞这方面的，我们给教授和医师一个人一年是300万。那另外，我前年给我们的校长30亿。希望他去引聘100位国外的人才回来，一个人大概是给3000万。因为学校、医院、产业要做得好的话，我刚刚讲了，人才是最重要。蔡长海把延揽人才视为第一要务，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四处寻觅。除了延揽 MD Anderson 副校长洪明吉院士担任董事及重要职务之外，同时积极规划在台湾打造重装备，准备购买全球第一台结合重粒子、质子和氦子的高端仪器，以为诱因。于是，曾任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放射肿瘤科影像引导治疗部门主任的赵昆山，成了他礼聘回台的不二人选。而赵昆山对 MD Anderson 的长期了解，也让中国医药大学在切入免疫疗法领域时更能动足机弦。MD Anderson 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他能够崛起？崛起刚好提到几件事情，一个，他对于临床结果
的 publication 跟资料的收集跟这个分享，让他能够在世界的舞台里面能够 play 一个角色，因为我有资料嘛，我有结果，我告诉你我治疗的结果啊，我怎么去改善他这个结果，他有跟人家分享。第二个，他把这样子的多专家啊、多专科的团队把它整合在一起，那整合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是因为它是一个公立的机构，它一个 State University 把它的 institution， 那每一个人事实上呢都是我们都是 State Government 的 employee， 我们都是拿薪水，所以呢我们在治疗一个病人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要 put together 的时候，我们没有 conflict。如果是一个 private institution， 有可能就会有 conflict。我如果抓去开刀，我就不能做这个了；我如果抓去放射治疗，就不能做这个；我如果做打药，是谁要打？因为这个 credit 是谁的？就很多的这些 issue 就会出来了。但是因为他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他 among many others。他可以很快的在这个制度下面呢，很快的能够凸显出来他的长处。而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院长周德阳，则是蔡长海在国内发掘的优秀人才。身为脑神经外科权威的他，是十多年前率先投入钻研细胞疗法的台湾本土医疗精英。但他所成功研发出的树突细胞疗法，却早在 PD-1 药物还没上市前，便已经在病人身上看见疗效。于是到2013年 Nature 杂志封面以免疫疗法正在翻转癌症治疗为题，预测未来20-30年癌症将不再被视为绝症，周德阳便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从我当学生时代，我的老师就开始在讲，其实他不是很新，只是那时候没有突破。我大概10年前就想到细胞疗法，那时候还是很多在做实验，动物实验当中。那我觉得，免疫细胞是最 natural 的。哦，那现在所有的化疗、放射治疗、开刀都还是有伤害。其实人类本身就可以抑制免疫细胞，利用免疫细胞是抑制癌细胞的，因为它自然号称。台湾的医疗很进步，我们不应该只分临床的什么，所以以后这个整个是翻转，包括以后的医疗也会翻转，因为我们以前的用药都是买的嘛，对不对？不管是哪里买，国外版的都药商提供的意思啦。那现在的药不是哦，现在医院本身就可以提供药哦，所以医院就是一个药厂。所以药厂的观念就不是单纯在医院之外的，比如说现在很多治疗都是医院直接跟你量身定做一个药给你治疗，让医院替你量身定做药物，这是免疫疗法的最重要精神，不再全权仰赖外在同意的药物或仪器，而是透过刺激或加强自身免疫系统的功效来对抗癌症，可能是透过抽取病患自身血液，或者癌细胞切片在经由体外培养。跨时代的革命正全面翻转你我过去对医疗的认知，而台湾有幸已在第一时间和全球接轨。